篮球场最热地板50度，好，共享单车坐垫很多，52度，52度，内心路面62度，62度，走，室外全天温度58度，走，哇，这太热了，哇，受不了，环形车辆跑道60度，走。看那个卷度怎么样？啊！今天我们来试一试，在太阳下能不能将一块牛排烤熟。那我们已经放了有2个多小时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肉它现在已经是熟的状态了，就差不多可能5分或者是7分应该有了。